哎，这电梯看起来今天应该很顺利啊，应该修好了吧？早就应该要修了。哎，我这电梯说啊，那个小卢跟伊娃也碰过故障。对，衣服穿好了。笑什么啦你？什么？当司机还挺幸福的啊。那这样讲是不是好啊？那你就自己穿啊，自己塞啊。干嘛？好人做到底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OK。哎，早啊，早啊，早啊！哎，婉妮，这个送给你。给我？嗯，是吗？最近电梯不是常故障吗？我知道你怕黑，所以送给这个给你，万一碰到故障的时候。 别用啊！谢谢。去包包柜拿个东西，我带我上去啊。好好好。其实国豪对婉婷真的还蛮不错的，他们以前怎么会分手呢？